乖乖啊，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闲了，你这样搞得我也没有办法。闲。咖啡店女店员报警说有客人闹事，警方一到场，她不断的要求要把客人关起来。奶奶处理代志啊，你没有必要跟警察这样子，好不好？警察没有错，我没有错。他来介入来处理。不是说他们不是应该被关起来吗？就算其他同事一直在旁边劝阻也没有用，高雄这名咖啡店女店员不满深夜打烊时间到，客人还不离开，双方发生口角，店员居然呛虾要打人。是他们不丢垃圾，我说不好意思，我们垃圾要自己丢，那边有回收台。然后他说啊，不然现在怎样，我要怎样打他，不然我没真的打到他。店员态度强硬，警方无奈，只好把双方全带回警局。而炉到底的还有高雄另一处 KTV 的客人，喝醉酒跌倒受伤，救护人员到场帮他包扎，他还不领情，持续叫嚣。我没怎样。地板湿滑，然后导致他在敬酒的时候不小心跌倒，导致玻璃杯破碎，割到自己的手。喝酒闹事发泄情绪，民众瞎报案，让警方大半夜疲于奔命，无奈只摇头。记者蔡双吉、廖玉芝高雄报道。